好，两个来了，因为刚从锅里捞出来，所以说免不了嘶嘶哈哈的声音，姐妹们，希望你们能够体谅。二话不说，搂吧。呀，这个都脱了骨了，煮的时间太长了。热羊头吃的就是香，舌头。现在这个羊头成了我标配了，是不是姐们？羊眼，就是嫩。再来一个，先把它的天灵盖先给它掀起来。羊耳朵，哎呀，这个脆骨是最好吃的。羊脑，哎呀，时间刚刚好，还能吃个生菜。两下子，感谢我。
哎呦，真的是好久没吃这个冒油的雀儿肠了。汤包肉。大肠头，羊脑，鼻涕都给我吃出来。第一次吃这个大肠爆小肠，好害怕翻车，走吧。这个就是大肠头，就是咱们平时吃的大肠头，里边包的小肠子。属实有点烫。大肠包小肠，油滋滋的。太烫了。
这个就是咱们平时吃的那种大肠。今天咱们来一个脑花，好久没有用手拿着吃了，今天咱就手拿脑花。超嫩，还是看我用手拿着过瘾是吧？最后一口，我干了。